你好，你喜欢看动画吗？这个是画，动画。我觉得，现在很多很多人喜欢看动画，很多很多人学习日语，こんにちは，因为他们喜欢看动画。可是我，我不喜欢看动画，大部分的动画我不看，我看了一些，不多。我以前学了日语，可是我不喜欢看动画。好，有一个动画是真人动画，真人动画就是这个动画有一部分的东西是真的，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假的。真人动画，有一个真人动画我很喜欢。好，现在你猜猜这个动画是什么？在这个动画里有一只熊，哇，熊，我觉得这只熊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OK， 这只熊有很多很多特点，很多很多特点。第一个，这只熊是棕色的，棕色，咖啡色，棕色。好，不是黑色、白色，不是。所以呢，不是熊猫，熊猫是黑白色，不是熊猫。这只熊是棕色的。这只熊穿了衣服，对，衣服，它的衣服是蓝色的。蓝色的衣服。这只熊有一顶帽子，一顶帽子，它的帽子是红色的。啊，对，这只熊有衣服，有帽子。第二个特点，这只熊会说两个语言，一个是英语，一个是熊语。我觉得，这只熊它的英语很好很好，它的英语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，对，所以这只熊说很好的英语，很流利的英语，它是一只很有礼貌的熊。好，第三个特点，这只熊喜欢吃三明治，三明治，他喜欢吃橘子酱，对，橘子酱，他最喜欢吃橘子酱。在他的帽子里，他常常放着三明治，因为他很喜欢吃三明治。他说在他的家橘子酱很贵很贵，所以他不常常吃。可是他很喜欢很喜欢橘子酱。好，第四个特点，这只熊有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英国的一个地方，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地方。这只熊觉得它的名字太长了，我也觉得它的名字太长了。好，所以这只熊是一只棕色的熊，它是一只会说英语的熊，它很有礼貌。可是这只熊没有钱，没有房子，没有爸爸妈妈。以前它住在
壁炉，现在它在英国。你知道这只熊是什么吗？对，它是 Paddington。在中文，我们说它是帕丁顿熊。你喜欢看帕丁顿熊吗？哦，我很喜欢。我不喜欢动画，可是我很喜欢很喜欢帕丁顿熊。我觉得它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因为帕丁顿熊，我很想很想去英国。你呢？你喜欢什么熊？你喜欢什么动画？好，这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